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有可能有点模糊，会议有点不好意思来。有点模糊，你那模糊吗？嗯，他看不见你没事。谁过来着？叫爸姐姐。让我们过来一次。来一次。啊。放血怎么没捡？看到没？还是很帅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帅啥子老喽帅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爸爸也帅，对，爸爸也是很帅的。谢谢送的礼物。我姐怎么不见了？都卡住了吗？谢谢谢谢。吃辣的？吃一次的啊，行吧，吃可行吗？吃一次，吃一次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哥哥吓爸爸是吧？对对。我姐她那边应该是有点卡，没有声音了。差时差点手速声音准。那过差点子，差不来够了。她会说四川话，差不来够了。你四川话也有，很多都是四川的。我来。过差点子了，晚上好。我们两个一起唱。索马的礼物就过过拉索。你我干的索马那个的不。年个节嘞，日子不过大，日当我们不是啦，啰嗦，说的是大多多，说的是大多多，哦，差不来喽。唱的好好啊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哇！你看他们都说唱的好。太好听了，唱的太好了。我都第一次听我爸唱歌，家人们，好听好听是吧？都说好听，你看。他底子我。行。好听好听，对。爸爸头发需要剪一下了。谢谢对的对的，谢谢，晚上好。嗯。冷了，我们这个地方刚才有点冷了，加了一点冷了，现在还冷呢，早上冷。对。我爸他前天去找蘑菇了，他找了六斤，家人们找了六斤，然后他一直在家里面放羊嘛，所以呢头发也有点长，然后他就是有的时候。谢谢谢谢，说的人气飘。我只吓爸爸是吗？我吓爸爸是吗？改天我妈，改天我爸我们去找我妈了，然后让你们看一下啊。找不到了吧？找到。因为我爸他没有开过直播。然后你们打的字他有的也看不懂，所以就不知道说啥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他眼睛也不咋看得见了，不咋就看不清楚你们打的字。天还没黑，他就重演了。他太阳下山了，但是天还没有黑啊，家人们。这是你家吗？对，这是我家，这是我家啊。儿子唱首歌，我唱歌不好听的嘛，家人们，我唱歌的话不好听的嘛。结婚了啊，结婚了。你进来了是吧？他在打那个眼蜂来抓那个小蜜蜂。马夫的。马夫，马夫来抓那个小蜜蜂。他在外面打工嘛，然后我就在我奶奶家嘛，然后我小猫也在外面打工嘛，但是后面我小猫也走了，然后我奶奶她也去小叔家了，然后我爸爸呢，我们两个待在那里没意思，所以呢我爸爸呢来这里买了一些，在我们以前的老房子里面买了一些羊来这里养，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我说的话，就这样子的。
还想继续在山上。嗯，我也不想在山上呀，但是我觉得嘛，我觉得在哪里都不如在我爸爸这里幸福，在哪里都不如在我爸爸这里开心，知道吧，帅哥姐吗？能听得懂。好，对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现在我奶奶住的那个房子呢，在那里空荡荡的。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小时候说租给别人，我不知道租给别人了没有，我不知道租给别人了没有，有可能租给别人了。嗯，我小时候说租给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以后呢都会来这里看我爸爸，要么就去看我妈妈，这样子了，知道吧？如果我爸我妈他们两个没有一起生活的话，我就一边跑这边，一边跑我爸爸那里，然后去跑我小叔家去看我奶奶，然后以后也多去一下我那些舅舅家，拉拉一下关系呀、啊、什么的。那样的话，以后他们也不讨厌我们。那必须把妈妈弄回来。对，我觉得是，要么就必须让我爸爸下去，要么就。他们两个没有走到一起，都要让他们两个是名义上答应，对不对？答应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手都点酸了，谢谢谢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你奶奶那边交通方便，对对，我奶奶的交通方便，因为我奶奶那房子的话，是算是快到县城了的，知道吧？不是很远了的，知道吗？我们这里的话去到县城呢，还是有点远，知道吧，帅哥姐们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你就更幸福了，对呀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话我就更幸福。如果他们说现在都一把年纪了，然后也没必要一起生活干嘛的话，嗯，我也现在也挺幸福的，因为我可以以后也可以去看我爸爸，也可以看我妈妈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对，小妈不给我爸生活了，小妈回他那个家了，自己家了，两个也没有办结婚证，也没有共同的小孩，然后后面我妹阿姨莫她去她爸妈那里了嘛，然后他们就分开了。到老的时候需要一个拜是吧？谁盖的房子？这个房子肯定是我爸他们盖的呗，肯定是我爸他们盖的呗。我姐姐没有来跟我爸借钱，姐姐没有来跟我借爸爸啊，帅哥姐们没有来哦，没有来。阿子出来工作，嗯，我会过几天我就会去工作的，帅哥姐们，不去工作我也会在家里面做一点什么事情，在山上不方便的，嗯，对，好的好的，我这妈妈回来有点难度吧，因为有弟弟没有结婚，是不是？对的。我有弟弟没有结婚，还有一个妹妹在读书，一个妹妹呢有一个女儿了，知道吧？是这样子的，帅哥姐吗？阿姨们在家里哭了，我也不知道阿姨就是应该是他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也老是吵架吧，好像是一直吵架那种的，我看他有没有开播。我上一次跟他说，你如果你有时间了，想我了就来找我玩，就来我这边跟我一起生活也可以。但是他说好，但是我知道他也是不想累累我，不想拖累我，所以呢就没有来。我知道的，而且他也肯定是毕竟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自己的亲爸亲妈比较，那个的嘛。他爸爸妈妈经常吵架呀干嘛的，也还有弟弟妹妹，那挺难的，他也知道吧，帅哥姐们。所以呢我们有时间还是要多帮帮我的妹妹阿姨莫，知道吗？我们看到他买一些吃的干嘛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家人们都需要的话，都去帮帮他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我看到今天他哭了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挺那个的，但是呢没办法，我也现在这个时候挺那个，挺嘛，挺困难。会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多支持阿姨莫，她真的很不容易，现在知道吧？我这家庭很复杂，对，太复杂了。我那个妹妹不叫欺负我，帅哥姐们，只是我们在网上看到，所以就是感觉欺负我一样而已。其实没有欺负我，帅哥姐们，这很正常的事。我觉得姐妹之间这样子是很正常的事，知道吧？瘦了，对，我瘦了很多，确实瘦了很多。姐姐什么时候来看爸爸？他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有可能明天后天。
万一我把我爸爸哄好了，明天去找我姐他们了呢，对不对？我等一下下播了再去哄哄，再去哄一哄。其实我知道我爸爸他也是想的，然后但是呢，我爸爸他就是怕我那些别的那些他那些兄弟姐妹，他那些妹妹哥哥姑姑他们嘛，还有那些弟就兄弟姐妹那些，知道吧？所以跟你们，因为他怕那些兄弟姐妹会说他，我爸我能感觉得到。晒点萝卜干吗？阿子跳个舞，跳舞还是唱歌？跳舞还是唱歌？现在还没天黑，跳舞还是唱歌？帅哥姐们，阿子是聪明人，因为我看得出来，我爸他也其实他也挺孤独的，真的。你看他，我在家的时候还好，他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这里放羊，整天放羊，然后没有爸，然后我们这里又没有隔壁人住在这里，知道吧？帅哥姐们。跳舞好看是吧？跳舞那我跳什么舞？聪明能干的阿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帅哥姐们，谢谢。跳个舞吧，阿子你太善良了。哎，我也不是善良吧，帅哥姐们，但是我最起码我就是想做到我心里面舒服，知道吧？不管做什么，就是没有文化，没有主见。我以后慢慢的改嘛，我以后慢慢的就去跟我叔叔阿姨们学，就自己有点主见嘛，好不好？唱歌隐形的翅膀，跳舞，到底跳舞还是唱歌？跳舞的扣一，唱歌的扣二，好不好？反正我干啥都不好看。你不去开车了，学驾照了？我先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吧。我觉得学驾照嘛，可以慢慢来，反正我现在还买不了车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也买不了车。阿紫，儿妹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帅哥姐们，你们老是说，我觉得怀不怀孕跟我也没有关系，怀孕了也好，没怀孕也好，对不对？只要他们能过得幸福开心就好了，知道吧？我知道他们的儿妹的年纪也还小，都是反正阿伟哥人也挺好的，我觉得只要他们幸福，就怀孕是一种好事，知道吧，帅哥姐们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去说这些了。你不能说出来，因为我就当做一个站在一个就是不熟的人的角度，就是这样子祝福别人，这样子帅哥姐们。你姐结婚了吗？阿子不说儿妹的事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不开也好看，我觉得还是开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不开你们觉得开还是不开？帅哥姐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关了你给你们看啊。现在是开了的，关了是这样子的，关了是这样子的。开了是这样子的，开了的话一点斑斑点点都看不到了，关了的话还是看得到的。你把车学会了更有自信了是吗？那好，那我改天我就去学一下车。我改天呢先带我妈妈去医院里面复查，然后去看一下她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我也去看一下我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让我爸妈他们两个答应就是过一起生活，只要他们两个开口了就好了，然后我也去找我自己的工作或者干嘛，我也去忙我自己的事去了。对不对帅哥姐们？对不对？也不能整天这样子在家里，反正一样的话我爸爸放就可以了。阿子你笑起来很好看，我笑起来我的肉太多了，你们看一下。闺女太有自任性，闺女太有自任心了，太有自是吗干妈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支持。点到多少了？再点到多少了？帅哥姐们，点到90万了，还差10万，帅哥姐们。阿紫，你是最美，你是最美的人间小仙女，谢谢，谢谢干妈的夸奖，谢谢，爱你哦。是不是越来越看不见我了？这会儿不是我的皮肤不好啊，这会儿是天快黑了啊，家人们，这会儿不是我黑，是天快黑了啊。知道吧？所以你们越来越看不见我了，羊都回来了，绵的在那里叫了。
你们听到那里那个铃铛没有？叮叮叮叮叮叮。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支狗，一杯酒，一夜。